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我摸摸看。对，哎，你电脑有没有东西出来啊？好，等一下我摸摸看。有没有？哦，真的很细耶。我哇，雄壮威武，我变小瘦子了，叫着叫着，你自己变小瘦子了，我也变小。那我呢？我瘦了没？你抱我。有没有瘦？有瘦。就是要再紧实一点就更好。你很烦呢。Hello, yeah. Hello, 大家晚安。Yeah. 在等你们的同时，哇、wow. ，我们自己互相摸了彼此的身体，感受了一下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 yeah. 是壮了还是瘦了？发现我们彼此都越来越瘦了。对，我瘦是好的，但是我老公瘦真不好。没办法，我每天带你们跳，跳的我都瘦了。而且他都没有办法把他的肌肉给练出来，因为呢，对，我们家没有那个很厚，没有没有，其实不是很大的哑铃吗？都不是这个原因。我徒手我也能够一直练，但重点是因为我要忙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带大家跳操，然后还要这个预备很多新的东西。我就是平常带你们跳操之外，我自己还要演练我的操啊。那你的胸怎么办？对啊，没怎么办，就还是这样啊。没有，我不是局部的消下来，我是整体的消下来，所以我的腰也变细了。但怎么感觉这衣服还是没有办法包住我的肌肉的感觉，是不是？Yeah. 没关系。Yeah. 我跟你说，刘畊宏他很厉害，他这个肌肉，全身肌肉像充气一样，他什么时候想他变大，他就可以变大。比如有一天，什么时候想要让他变小，他就变大。因为夏天现在还没有完全来临嘛，对不对？等你要出去的时候，对，等我们真的要很快，对不对？要那个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预备一下。我记得你大概都要拍照啊，一个礼拜就恢复大只佬的样子，就是吃好一点，睡好一点。哦，我的眼镜很漂亮哎、欸！我可以从头到尾都一直戴这个眼镜吗？谁给你的这个眼镜啊？太妙了！哇，好适合我，今天很适合我，今天服装搭配那个眼镜。可以，好不好？来来来，来 ，Come on！ 我的那个，准备我们的那个，水准备了吗？我们的那个什么，很现在开始慢慢大家都进来了，现在大概91万人在线。对，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呢，大家把自己的东西都预备好，有水，对，还有气泡水，还有那个抹茶粉泡水都可以。Yeah. 那我今天准备了我的气泡水，你看我气泡水多大罐，对，这么大一罐。哎呦， okay. 好，那我自己准备是水，然后补充，记得要多补充水。对，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次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不管是这个你在运动燃脂的过程里面，你知道他怎么把你的脂肪排出去？怎么样？怎么排出去？从哪里排出去？从哪里？尿尿。你们知道吗？没有，尿尿当然也是一种，流汗也是一种，甚至呢，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会从这里出来？是不是？嗨，这大概只有占20%。那到底哪里就是排汗？其他就是有排汗啦，或者包括你的呼吸，呼吸啊、哦，所以呢，呼吸也非常重要。为什么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其实讲求就是告诉你，吸气要记得把氧气吸到里面来，好不好 ？OK， 好。所以呢，在开始之前，记得准备好你的装备，对，要有专业的鞋子，还有运动服， yeah, 然后呢，拿好你的毛巾，然后待会呢，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才可以保护你的全身的安全。Yeah, 然后呢，一定要有一个大的一个跳操垫，然后不会滑的哦，然后防滑，然后把你的空间弄好，不要踢到小孩，不要踢到小狗，对，不要踢到你的另外一半，也不要踢到你的爸爸妈妈。对，如果你刚进来的呢，你还没设关注的，赶快设下关注哦，左上角按下去，然后呢，也可以领我们的福袋。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如果你是先来看的话，记得怎么做，帮我们持续按赞，鼓励一下我们各个城市的小伙伴。我们今天马上要开始暖身哦，大家活动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呢带大家活动活动啊，今天呢假期快要结束了吧，对不对啊？是不是假期要结束了吗？结束了，今天结束哦，真的啊，今天已经上班了嘛，所以来大家恢复正常了哈、啊，开始好好练一下了。哇，这谁送我们一个露营车？好想去露营哦！好想去露营啊！我好想去露营、啊。我小孩已经把帐篷搭在我们家的客厅，搭在我们家的床上。他们已经想露营，露到客厅啦，然后露营到房间的床上了。没问题，到时候天气好，时机对，我们有机会一定可以出去兜兜风，好不好？请大家刚进来的是关注，谢谢 HY， 欢迎好了，然后进来140万人了，来。看着我的眼睛，跟着我一起说一遍，收假了，
收心了，对，该开始运动了，该吃的也吃了，该玩的也玩了，该睡的也睡了，刚该放假的也放假了，该是起来运动的时刻了。耶、yeah.，OK， 不要再找理由了， okay. 谢谢西红柿，不要再找理由了。OK，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对吗？各位，我相信呢，你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我们除了让你身体健康，我也希望你能够非常的快乐。好好的跟我们一起享受，想想你的目标，想想你的梦想，在直播当中专注在我们当中，跟着我们夫妻两个一起跳起来。现在在你旁边的可能是你的闺蜜，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小孩，或者是你对面的邻居。对，跟他 say hi， 跟旁边跟你拜一下，耶、yeah ！来运动了，我们要开始了，一起来暖身，活动起来，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不是早晨啊，晚上。今天开始。我们晚上呢要带大家开始先来暖身了，好不好？准备咯，我的暖身的动作呢，带大家先来一个比较哇简单的暖身动作，带大家动起来。这个动作学会之后，下一首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牛仔很忙了，好不好？来咯，各位，让我们一起付出努力，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好。 Come on，活动一下，开始了。活动活动，对，一样，左右 ，Come on， 呀，呀，手上，哎、欸，那是什么招？我想这边开始，我比较习惯，加油，对。你在后面看我还习惯吗？还 OK 啦。双手，加油，各位。对，往上抬。一开始我们先来暖身一下，大家记得把手往上打。我怎么突然不太习惯 ？Come on， 再一次。OK， 跟上了吗？来喽，各位。六七，换手画圈。哦，很酸的手。对。呀。双手。Oh yeah， come on， yeah， oh yeah， 加油！我们现在在暖身。如果你刚进来的话，欢迎你赶快设关注，准备好你的运动设备，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再一次。Oh yeah， 手画圈，我们前面画一下。Yeah， Oh yeah， 举手。Yeah， 很棒，再一次，双手。交叉，五六七八，上，中，下，五六交换，呀，加速，很好，我们慢慢暖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 five four。Three, two, one， 手画圈。Yeah， 很好。再一次。Oh yeah。举上。Yeah。很好，再一次。Come on， 双手。Yeah! 暖暖身，我们现在是第一首的暖身。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型呼喊朋友的一个广场，对，所以可以赶快把你的朋友呼叫起来。
是，有没有？如果呢，你的跟约朋友约好一起在我们的当中，对，现在180万人啦、啊，大家在这个当中可以开始持续的共同产生。陈家，你来了没？对，你的朋友在叫你了，陈家，我这边可以当做那个广播广播室。如果你还没有设关注的，赶快设关注哦。对，还有在广场上的朋友，还有在不同的地方的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好。哇，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跟我们一起跳操，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各位跟红男孩、跟红女孩们，你们不孤单，你们只要持续的坚持下去，有很多小伙伴，很多你们的朋友们跟着大家一起在跳。对，庄宇杰，你来了没？你的朋友在叫你了。郭郭来了没？郭郭来了没？凡凡来了没？你的朋友在叫你了。航希、丽君来了没？对。培培来了没？雪梅来了没？好多朋友在这边相认。你的朋友在叫你了，星星，快点！加油加油！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暖身，带什么操呢？是我们6000万的大礼，就是牛仔很忙，带大家一起来跳一下。还记得动作吗？我再讲一次哈，这个牛仔很忙的动作，记得牛仔很忙。我们刚才不是暖身是手画右边吗？这边要变成画左边了，好不好？大家要稍微改一下下。然后呢，我们前面的一开始动作一样，也是手往上叉腰，但我们动作变化的会比较快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双手，牛仔很忙。对，再来就是双手喽。双手的时候，我们是拍往上，拍往上，拍往上，拍往上。然后再来的动作呢，就变成叉腰举手，然后变往旁边跳。好，然后再来画圈，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然后画两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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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最后我们就做这个 ，OK， 对，很好。然后哒哒哒，然后最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记得不要跳错，像小木偶一样，小木偶一样往上跳。一定跟我可以跳同样的吗？方向，对，你看你跟我不同方向，再一次，一二三，你跟我再一次，好，一二三。跟你讲说你要左脚跳，所以右脚先往这一，好，一二三，对，很棒，好不好？就这样简单的动作，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现在快要200万人了，加油！牛仔很忙，准备好了吗？好了，帮我刷一下。好了，你要戴帽子吗？我已经有戴帽子，算了，没关系，你戴着。OK， 来，戴。做肉饼来了没？你的朋友在叫你了。戴一下好了。来，人都带了。KK 来了没？朋友在叫你了。Come on，Come on。还有谁？嘟嘟来了没？嘟嘟，张蓉蓉，文姐、yeah. 来了没？快动起来，王铁，你朋友叫你了。好，来来来。阿美阿美，准备喽。Come on。来啊！谢谢大家加油，现在290万人了，我们一起来。牛仔很忙，一起动起来。来啊 ！Come on， 6000万大礼。进来，开始正式热身。哎呦！哎呦！什么叫正式热身？因为刚刚那个只是暖身而已，这是正式热身。2, 3, go。Yeah。双手。对，开心啊！往上打，很棒。再一次，单手举手，往上 ，Yeah， Oh yeah， 开心。双手跳 ，Yeah， 再一次，不要麻烦了，准备向内画。哦，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Yeah， 再一次。呀呼！抬头挺胸，踢踢踢！再一次，抬头挺胸，踢踢踢！我们很整齐耶！耶！5、7、8，哦耶！小人哦！五，我们再来一遍 ，OK， 很好。双手 ，Yeah， 很棒，举手，啊，胜利了 ，Yeah， 就是我，
我就是有价值的牛仔。Come on， 跳起来得胜了。Oh yeah， yeah。再一次，走吧，抬头挺胸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很好，再来一次，不要麻烦喽，就要结束，准备做 pose 喽，不要麻烦 ，yeah， 再一个。很好，摆 pose， 耶，耶、yeah! yeah! ，很棒，各位，耶、yeah, ，赞，有没有开心？哦、oh, ，哇，太好了，这个、yeah. 这个正式热身的第一首，对，就是要让大家暖起来了没有？暖起来，开心，然后呢还心情好，然后还玩得很愉快。对，其实呢，这个让轻快的音乐节奏。很多人喜欢牛仔好吗？因为这个动作呢，是要全家大小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跳，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欢快的音乐当中，感受一个当牛仔的感觉。对，然后、记得你们先喝一口水，我们告诉你刚刚那个热身的重点。我们原本擦玻璃是往右，对不对？对。现在我们往内。对。往内。交换一下。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对。右边跳两下，左边跳两下。对。其实很简单的。所以都是要画哈、哦，所以有不懂没有关系，我也都有教学给大家，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所以你可以去肥油咔咔掉的那个账号里面。账号里面。对。里面都帮你们整理好。对。如果跟不上，可以先去熟悉动作。对。然后呢，再来到这直播间，跟着。就直播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再去那边看学动作的精髓。下次来之前可以先看看动作，了解之后跟我们跳，就不会跳错动作。动作越准确，受伤的风险越低，而且减重减脂的效果越好。Yes。所以加油，各位，好了，这首歌完了之后，各位不啰嗦，再来一个。阳光宅男，我们用毽子操比较慢的动作，四个动作带大家来，也一样是轻快的节奏，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好不好？对，来来来，来，很多朋友持续的叫朋友了哈。对，王俊达，加油加油！来来来，乐乐乐乐乐乐，你的朋友一直在这里叫你， yeah, 你听到了吗？赶快，如果你刚进来，记得帮我们设关注哦，您左上角福袋，跟着我们一起来，阳光宅男，让我们一起当阳光宅男，阳光宅女。宅在家也可以健康阳光 ，Come on，Let's go， 刘畊宏男孩女孩一起来，慢慢踢别急，这不是《本草纲目》，跟着节奏慢慢的，把动作踢正确。如果你刚来，记得跟我们一起暖身，一边做，好一边点名 ，Yeah，Yeah， 吴英来了吗？来了吗？好呀，来准备，五、凯路，凯路，腿抬高，超过90度。我在看那个检查作业的时候，看到很多我们的天龙男孩女孩跳得非常好，大家一定切记，腿要抬高，高于90度。五、六、七、八，来腰间准备 ，Come on， 五、六。七，换，抬起来，脚抬高，大家这个动作越做越好了，加油，肌肉被练起来了，腰线出来了，人鱼线、马甲线都要出现了，各位，五、六、七，换，左脚，素素来了没？你的朋友在叫你了，素素。瑶瑶加油，你的朋友给你鼓励哦。呀、yeah. ，杜金杜金，赶快来。五、六、七，换脚底，腿后侧，抬头挺胸，腰转身。五、六、七，再一次，一、三、五、六、七、八 ，Go。四个动作都学会了吗？来，
我们再来一次，前，很好，加油，陈思琪，不要再吃了，赶快站起来，你的朋友在叫你，抬腿，开心。两百三，跟着我们一起来，两百多万人一起跳操，一起健康，今天会比昨天更好。Come on， 加油 ！Come on， 跟上。腰间的肥油准备，五、六、七，换台。练习把这个动作做正确，很棒。来，赶快来，好心，赶快来跳舞，好心。五，赶快来跳操。七，换，再一个。合力，赶快来，你的朋友叫你了，合力。来，腿后侧，很好，看脚底，再一次。Yeah， 怎么样？可以吗，各位？还 OK 吧？可以吗？哇哇！你知道在运动过程当中流汗了，这个时候，这個、我当广播电台帮你们叫朋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有效的。好，告诉我哪些朋友是你一直叫，然后你都叫不来的，你告诉我。对。我们帮你一起叫，那个叫到他不好意思。对，郑凯来了没有啊？彩儿来了没有啊？董丽来了没啊？张文硕来了没有啊？我要叫我的朋友。好，这边我昨天好像还有那个陈妍希也来了，对不对？哇，很棒。现在呢，大家呢，很多的主播都开始要用运动带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民健身非常棒的一个时机跟 timing。对，如果你真的也热爱运动，鼓励你也可以来分享。我知道还有很多的人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在做直播。我的朋友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跟网友聊天，他跟着我这一段，哇，好累，然后有人也回应。对。有时候有几千人看呢，很棒啊！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呢，我觉得各样的方式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我鼓励大家分享出去，让大家在这个当中，只要你愿意动起来，很多本来不愿意动的朋友，请你鼓励他们，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动起来，因为动起来的感觉跟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哦，刘畊宏带就是健子操 ，no， 不只是这样子。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那个不同。当你身体整个活络起来，体力变好，精神状况变好，你想事情都不一样，你对你的梦想有不一样的看法，好不好？来了，各位，来，有点汗了，我马上接下来再来一个我们腿部的暖身了，是，好不好？加油！有没有朋友叫不来的？对，帮我们刷起来。待会呢，我就一边跳一边叫，叫到他来为止，好不好？好不好？来，汪宇航来了吗？这个踮脚跟着我们循序渐进，五，对，我们脚踢一下，对，流汗了哈，准备踢腿，跟着一起踢，踢，踢，对，踢，踢，踢，很棒，再一次，踢，踢，踢，脚碰脚面。手牵着手，准备跳，呀，开心！跟着你旁边牵着老婆，我看到视频，你们要一起牵手，我非常感动。朋友一起，大人小孩一起 ，Come on， 跟着我们 ，Come on， 呀！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一起哦，对，开心吧，哇 ，Oh yeah， 哎，很棒。你的朋友在叫你啦，加油，最后一个，五、六、七，换蹲，左右，很好。张雅倩来了没？张雅倩，准备左右两边踢腿哦，屁股微微向后翘，对，加油。
我们正在暖身，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跟上，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 加油！来，加油，叶思思，加油！我看到你朋友都叫你了，谢谢，有没有一起练？我，加油！耶、yeah, ，加油！张美宝来了没 ？Come on， 加油！开始动起来啊、哦！对，踢起来，来，五六七跳，五开合跳，大丈夫来进人生，呀呀，五一加加油，七高对脚趾，王鑫你赶快来，你今天叫上你了，对，叫上你了。我要一直叫，把他们全部叫来。来，加牛，很棒。因为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对，是不是 Vivi 女孩子？对。准备哦，我们要开始打保龄球喽。Let's go， 五、六、七、go。梁妮妮，你来了没？梁妮妮，我们在等你哦，梁妮妮。加油，抬头挺胸，要立起来，重心不要过多向前。Come on。昆明湖。还有谁？董盈盈啊。加油。张静。Come on， 加油。定格。好。Yeah。来啊、哦。都出去了。来。我把你们叫着叫着，把我女儿都叫来了，珊珊都来了，对，在旁边跳，不可以进来啊！你在旁边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哦，来了来了，有很多人都在我们的当中。哇哇，来，许博文，我知道了，张红刀别吃了。好，韩倩来了没？我跟各位说哈，今天200多万人在这个当中，大家呢收假收心，在这里呢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我相信你所付出的努力，一定会让你的人生更美好。开始爆汗了，各位要相信我，在休息的时候记得调整呼吸，吐气，记得你的脂肪也要透过流汗，透过呼吸，透过排出来，来帮助你排掉的哈。排出来。这我还以为你要想讲什么呢？对，所以你一定要调整你的呼吸，记得用力的时候是吐气，比如打拳，那就是吐气；用力蹲，就吐气。所以你起来吐完之后，吸，所以这氧量一定要够，才不会容易缺氧。然后你如果觉得有昏昏，或觉得呢自己怎么有点打哈欠，那表示你缺氧。过多的你在用力的时候是憋气，对，所以切记哈。每一个跟着我们的时候，一定要做对动作哦，好吗 ？OK， 今天有没有在哪里？我们现在在上海，你在哪里？来，我们在上海的嘉玲，你们在哪里？田子怡，赶快来，你的朋友在叫你了。对。哎、欸，你看 Vivi 姐今天在这里一直叫我们人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自己知道，当我在看直播的时候，人家叫我名字，许晨颖别睡了、哦，我真的很嗨，而且很开心被叫到。而且如果我叫到你的名字，如果你刚好录下，你是不是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然后合拍，是不是很好玩？对。所以我今天会不定时的会一直点名叫名字，如果你真的被叫到了，记得要把这个。录起来，因为今天来参加，我跟你讲，今天后面还有一个新的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媒体已经发我教大家了。对，今天后面我还带大家跳一个新的操，很特别哦，让大家收心一下，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来一个特别的，快一点，站起来，范小丽，快点，不要再躺着了，好来，孙倩，不要再躺着了，赶快起来，我们来一下女神操，记得怎么做，屁股往后蹲，哇，很多人像，尤其女生很喜欢女神操。然后呢，不要站着哦。对，屁股要微微的、哦，要微微左右往后。要往后。Okay, 对，好吗？这样。好了，准备来喽，跟上哦。然后我们加上手上的动作，我都会循序渐进告诉你：二头啊，手心向上，这里三头，下下上上。好，来 ，come on，5、4、3、2。记得哦，腿微弯，对，很好。我有看到很多小伙伴拍的视频，越跳越棒了，越来越有味道了。刚开始会不习惯，慢慢你就越来越扭，越来越释放，越来越自在。加油！男人要跳出魅力来，女人要跳出性感来。五、六、
七八 ，Come on， 准备，来，二头准备 ，Come on go， 往上。蛋蛋快来，加油，快来跳女神操，蛋蛋。丽，你要过来一点点，对 ，Come on。再来五六换三头，雕塑我们的手背的线条，同时间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假胯宽，练出你臀部腰部的曲线，这个动作非常好，让你成为男神女神。 Come on， 这是我三月的时候送给大家的，这个是三八妇女节，对不对？对，手记得不要打开，要窄窄的，手肘向前，五六七换下上。你看大家真的很喜欢我们叫他名字哦，你看大家都刷他们的名字，就想被叫一下，很好。刘教练随便叫两个，赵动力是不是？燕子，加快来，加油 ，Come on， 加油，各位跟上，摇起来。好，摇就好了 ，Come on， yeah， 五、六、七、八，记得 ，Come on， 待会我们二头再来一次 ，Come on， 五、六、七，上，抬头挺胸，身体不要晃动太大，对，用腰动，要让你这两边动起来。你才会有这个腰的曲线，就像很多跳肚皮舞一样，它脂肪虽然不低，但它一样有腰线，才会好看，让你跳出信心来，让你跳出你的性感来，你的魅力来。 Come on， 五六七换三头，加油，很好，再次。呀、yeah, 啊，可以哇，可以可以，邓慧，干嘛有人这么催得那么急啊？不是，因为大家真的很想要被叫，我知道你们感觉，因为我自己也很想要被叫。那你要设关注，我看还有好多没有设关注，这么急，还有很多没有设关注，赶快帮我们设关注起来。刚才这个直播间，我刚才有刷屏的，还没有设关注哦，好不好？你看郑凯被这样叫啊叫的，他也发现，嗯，怎么又在叫我？郑凯告诉我说，他正准备坐沙发休息的时候就被叫起来，所以这有时候是不是？刘教练都有在看你哦。如果你一不小心坐下来休息喝水，你就被叫了，有没有？江江，江江，你现在在喝水哈，坐着休息哈。好了，来，各位，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但是我们现在进入到已经到暖身的后期了，慢慢要进入到正式的了。刚才女神操完就要来了《本草纲目》，哎呦，《本草纲目》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本草纲目》的部分是刚开始进来的小伙伴，你不要跟着练。这是刚才我们跟着暖身的，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刚才我们有做过的四个动作，慢的，我们现在又做快速的，把心率整个拉高。所以各位，请注意。准备你的水，喝口水，准备来《本草纲目》了。是的，我相信很多练小伙伴已经练得比较久的，他就不会这么担心，因为他慢慢会习惯这样的一个急速的心率。因为待会周大侠可能还有更猛的，或者练腿是更强的，但没问题。今天因为礼拜四，明天我们就要休息了，所以大家把握今天，好好练一下。不要忘记今天是练腿的日子。对，我要让明天呢，礼拜五的时候，你坐躺瘦。基础代谢快得不得了，你会充满了活力。我跟各位讲，也许你会酸痛，但不好意思，酸痛就表示你可能都在增肌，甚至是你真的有练到一些平常没有用到的肌群，你会变得更棒，会更好，运动表现能力更强，你会越练越有劲，越练标姿势越标准，动作越带劲，效果越好，燃烧卡路里越来越多，所以把握机会跟着好好练，好不好？本草纲目，请准备。如果你在看，帮我刷一下《本草纲目》，准备来了，各位。来，《本草纲目》来了。好。
我们要预备了。因为我在教他们，你不能一直叫，一直叫名字，会。我没有叫名字，我说《本草纲目》要来。我说待会哈，待会哈，不然会跟我一直打架。哦，不会，我跟你讲，我跟你们是很有默契的 ，baby。好的。我都是在你空档的时候才叫名字，是是。而且呢，就是在那种你没有要一直认真在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才叫名字。好好好好好，辛苦辛苦。好了，来了，《本草纲目》，大家如果在看的，持续帮我们按赞。如果你刚开始来想学，也可以先看着，或者我们跳两个动作，你跳一个动作就好，好不好？准备 ，Come on， 毽子操，《本草纲目》，Let's go。哦，当助理真的很不容易耶。Come on， 四个动作哦，哈。要不能打扰教练，然后呢，还要把大家都 cue 到。你不用把大家都 cue 到了，那是你自己。有200多万人，你怎么？我想 cue 嘛。好好好 ，Come on， 跟着我们肉蛇四个动作，记得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太快哈。5、6、7 ，Go。加油！胯打开，抬头挺胸，核心缩紧。加油 ，Come on！ 220多万人了，加油！快坐！呼呀！哦！吐气，腿抬高，抬头挺胸，核心缩紧。对 ，1、2、1、2、3，换来腰间，没有 ，Come on， 腿抬高，不要这样踢，踢，开始了，加油，口号念起来，5、6，交换左边，他这个高腰咔咔。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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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5、6、7，换脚底。Woo yeah， come on， 好，就这个光。嘿嘿，嘟嘟，快跳起来 ，come on， 不要偷懒。再一次，不要划水，脚底踢起来，嗨起来，各位，本草纲目 ，Go， 现在打字的都没在跳 ，Go， 跳起来 ，Go， 哎，调整一下呼吸，四个动作，再来一次 ，Go。5、6，交换踢腿，很好，吐气，抬头挺胸缩腹，来准备，腰间没有，我让它咔咔掉 ，Come on， 5、6，交换 ，Go， 来，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左边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来腿后。他怎么还没结束啊？一 go， 最后5、6、7，停！啊！我发现了一件事。Give me back. Yeah. 我发现了一件事。怎么了？我发现，自从我们穿上鞋了之后，对，我们的动作变快哎。真的假的？对。哦，因为鞋，当然还是有抓地力更好。哦。对。而且更稳。对。而且重点是我跟你说，我们选的鞋都是那种很轻的鞋，所以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踢操的那种重量。对，
大家尽量不要穿那个什么篮球鞋，很重的那种，不要穿太重的鞋哈，稍微轻一点点的鞋，这样你活动比较好，活动多功能性，因为我们是要做比较多功能性的，所以可以选一些多功能性的鞋，真的来跟着我们一起跳操。大家都说我们穿上鞋之后，不止难度变高，然后速度还变快。对，真的吗？对对对，其实是因为有鞋之后，它的抓地力更强了。其实是这样子嘛，当有鞋子之后，同时间呢，我们在做的时候，未来的动作，像今天就有很多动作是有点跳跃的，对，或者左右的，对，那一定要有鞋才可以防止大家滑倒。因为如果你在家里面是地板一般大理石地或木地或什么，你最好是穿鞋子。那我们是因为之前我们的底下还有垫子，其实不瞒你们说，来看一下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好，不要打开，这样会露出孩子来。哎，不是这样，你看不到。没关系，就看到一点点就好了。看不到啊。我知道，不要翻这边了，翻后面。看到吗？这里面还有垫子，而且是一，对，很大一片的哦。两片铺在地上，为了让地板跳起来安全，所以我们之前穿运动袜，那个已经不叫做瑜伽垫，那叫做跳操垫，对，因为更大片。对，好，来了各位，心率上来了吧？有暴汗的帮我刷下暴汗。今天在直播间，接下来《本草纲目》完就是周大侠了。周大侠来完了之后，会上一个今天给大家的惊喜，好吗？大家在运动，记得一定要注意运动环境，穿着运动服。最好就像我们是这种吸湿排汗的，那你像我流很多汗，我也不会觉得不太舒服。对。那虽然这个衣服看起来好像 T 恤，但其实它是吸湿排汗的衣服。对，所以你们在选择运动服的时候，记得也要选那个吸湿排汗，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会流超多汗。对。然后记得毛巾也要带，然后呢，这样你才能随时擦汗，不然你容易滑倒，如果滴在地上有水滴。好不好？来了，准备。好，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哈，简单讲一下，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周大侠的部分几个拳，记得大家哈，记得是用这个核心旋转的。好，谢谢你，迷你也带旋转哦，是我们一架飞机，你看。然后再来呢，勾 ，OK， 记得也都是旋转。然后肘击也是一样。然后最后勾拳，然后加速是这样子哦，哇，这样感觉是我很快的勾拳，把心率整个拉高拉爆。如果你刚开始进来，请你看就好，两分多钟不长，非常的精彩。如果你呢刚进来还没有暖身，千万不要跟着跳，因为这个非常的嗨，好吗？各位请准备，周大侠 ，Let's go， 嗨、yeah. 起来，跳起来哦 ，Come on， 放轻松，打拳击上身不要太紧绷，放轻松，这个拳要像甩出去的感觉才有力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直拳先出去，两拳，再一次，左手，右手 ，come on， 哈，勾拳准备 ，go， 肘击，勾拳，肘击，再一次，肘击，再一个，肘击，勾拳，加速，哇 ，go。手往上，吐气。手不要放旁边，头上，核心一起。动作大一点。五六交换。很棒。吐气。手放在上面，不要放旁边。不要做一般的游泳操，要做来真格的。five， 组合拳准备。好、啊。加油。走起。
我的妈呀，我妈这时候才来，这样对吗？哎、欸，赶快跳超电扑一扑，赶快跳起来！哎、欸，你知道你怎么跳？你都已经下半场 了，不行，我跟着上一个人上，我动动。我岳母现在才来，有没有跟她一样的？有帮我刷一样。哎呦呀！赶快帮我们设关注。杨晨子，你来了没？还是刚来？赶快！快乐起来，各位！没错，在今天，嗨起来！我跟你说，这个周大侠，我真的是对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才好。怎么样？你看我的二头肌。怎么办？哎呦，有肌肉出来了！你看我的肩膀，是不是？你看我的二头肌。那你们看看我的。你看我的。你不能比啊！讲老实话，我要是在没有跳这么多操的时候，这衣服已经被我挤爆了。它有弹性。我的拜拜袖都没了，你看。对，拍不起来了，你看。哎呦，你看已经拍不起来了，都是肌肉。哎呦，就是这样子打打打，然后这样打打打打打，然后把这个线条都弄硬了。你看，没有拜拜袖了。对，我告诉大家一个，我本来是很松的。你的勾拳记得哈、哦，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哦。勾拳不是这样子哦，勾拳是这样子的。妈，你来。啊，我偏这样子耶。没关系，你来。干嘛？哎、欸，人家看不到你的短裤，只看到你的手。我只是要让人家看到什么叫拜拜袖。妈妈的头发有点乱。没关系，拜拜袖拿起来，不是这样子，好、哦、这样子，这样，这样，这叫拜拜袖，有没有？这叫做拜拜袖。对。你看我妈多瘦啊！你看瘦才有拜拜袖，还有拜拜袖。你肌肉太少了。你看我有没有？你看我有没有？搬不动，你看。看我有没有？你不用讲了，你这个不用看了。我很难有，各位好好练，打拳的时候不要走偷懒的那种方法，不要这样打哦。我这不是花拳绣腿，我不是在跳舞蹈，麻烦你出拳，要感觉能击垮人家的感觉，咚咚咚咚，哇哇哇哇哇，要这种爆发力。你每一拳都使尽全力，才叫做全力以赴。如果已经都有在练的，不要做那种。因为我看很多人发视频，在跳的时候，哇，跳得非常帅气。那这样子干什么呢？这个拳没有力量，不要这样，不要做这种的。就被你击毙了！哇，你好厉害哦！对，你还可以自己配音，每一个都不一样哎。对，动动动动，晃晃荡荡。对，就是要这样，这种才能真的打出周大侠。好了，各位，接下来、哎、来了，我很期待周大侠之后的这个操。对，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喜欢。好，接下来这个操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这个歌呢？我先放一下给大家看好了。这个歌你听起来会觉得很特别。有没有人今天已经看我发到这首歌的一个教学？有看到我帮我刷一下油好不好？来，这个叫上海产的半导体。来，这歌有没有听了之后会觉得很特别？对，好不好？有一种去到了一个让你宅在家也觉得到大草原的感觉。对。然后人家讲说，我的教练还有人问我说，龚哥，这个。这个歌你怎么也能编得出来？对，你怎么能编出来这个？哦，很好。OK， 这个歌呢，绝对要让大家感受到。然后我还看到很多这个姐妹还有粉丝留言说啊，终于走到了广场舞了。那什么？那不是广场舞，这个歌是一个有一种草原蒙古的感觉。哇，有没有音量有点太小了？这是不同这种感觉的音量太小。待会刚好呢给你解释它每一个、啊、教大家动作，每一个动作的由来。来，第一个动作很简单，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蒙古舞，因为我是参考了非常多在跳蒙古舞的舞蹈老师，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让我感觉到哇，他做的方式有蒙古舞的味道，就是肩膀往上下，手也要这样动，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你要后
快一点。这样这样。第一个动作 ，OK， 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学过，我教过大家踩的。蹲下和蹲下，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大家都会，只是我加手。OK， 看，看，看，看 ，OK，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教大家，这也是他们蒙古做的一个动作。那我把它加上一个我们的蹲的动作，可以练腿，所以你就会变成做这样，把腿一样踩后面。练腿的同时手上，所以这绝对能够让你不会有拜拜袖。蒙古舞练手非常的猛，让我再加上练腿，然后左右交换。对，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叫蒙古大汉的感觉。OK， 脚外八的打开，我们要持续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微微跳。之前记不记得我教大家做这个，对不对？但我现在不要蹲下，我只要跳，我要用你屁股夹紧，压臀，压臀，用这两块的力量往上跳，让你能够提臀，还能练到腿，加速你的心身体肌肉最多的地方。第三个、第四个，手没讲。哦，手就是这样子，从中间，从一、二、三、四，一、二，往这边看，一、二、三、四，往这边看，这是第三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很简单，那就是骑马了，大草原上把马抬起来，汪，对，手呢这样子夹，这手前后，所以能够。锻炼你的肩，让你有美肩，同时手雕塑手背的线条。OK， 然后换左边，左边右手，右手夹，对，旺，然后用跳跃的方式把心率拉高，像骑马的感觉。所以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哈。你会感觉很难，对不对？但你跳完两次、三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很简单，因为只有四个动作。重复，你跳，重复跳，跳两遍你就会了，就跟牛仔很忙的状态是一样的。好，来，我们来试一下。准备喽。哦，但这音乐够不够大声？音乐有点小。好，没关系。来，没办法。可以听得到吗？音乐。再一次，再一次。音乐要大声点才可以。对对对对对。来。准备哦，前面我们先有一个海洋大的感觉，对，有这种感觉，对，是海洋，是草原、哦、然后呢我们再动就要开始了，好了，来了，对对，草原，草原，草原，好，来海洋，准备准备，哇、哦、这音乐影响了我，要有宽广的心情，准备开始， 5 4 3 2 1 GO。嘿，哈，哈，嗨，哦呀，哈，哈，哈，哦，嘿，上，冲。加！大草原 ，Go！ 骑马 ，Come on！Yeah！Go！Go！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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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Yeah！ 好，大草原 ，Go！ Yeah！ 准备。
哎、欸，你要怎样去哪里？换。哇，帅呐！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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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哈，哈。这个跳起来非常嗨，因为他在练肩跟手臂的时候，同时要练腿蹲，所以你看，今天刚好是礼拜四，把这个弄在这里。对了，把你心率整个拉高，因为要练腿，觉得爆汗的说一下，因为第一次哈，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跟不上。对，没有关系。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我的妈，肩膀累死，哎呀我的手好酸。对，你知道。刚开始 Vivi 也觉得他不适合，但他跳起来之后越跳越有感觉。而且你知道，你去看了一些影片之后，你发现那蒙古汉子都会有这种，对，有这种感觉，是哇，哎哎呀，哇，哎、有了，有没有是蒙古女汉子，好不好？对，女汉子还有这种，对，哎，肚子露出来不要抬太高哈 ，OK。有没有又美然后又汗？对，刚开始可能大家不习惯，没有关系，没事，教学我都有给大家，但现在呢大家这次没学会，待会我们再跟上，现在再下一首给大家一个比较熟悉的，调整一下呼吸好不好，让大家跳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让这时候我们缓解一下，因为刚才那个腿会很累，我们现在来一个牛仔很棒，大家一起来跳跳 Come on Oh yeah, yeah. 准备牛仔很忙会了吧？哎，帽子不用再戴了。要戴下牛仔帽啊？还是要戴啊？要吗？可以啊，戴一下牛仔帽。哇塞，我们应景一下，总是要有点我们这应景的感觉。我们这个以后，我们还要服装都要备好就对了。对 ，Come on， 加油，各位，应景一下，准备开始。哦，来啊！汗已经流到身上都湿了。你需要一个毛巾啊？真的累，没事没事，喝口水。准备 ，Come on， 牛仔很忙，各位，如果你刚进来的可以跟着一起来跳，这动作比较简单，大家可以一起来哦，好不好？新动作总是比较难，让大家熟悉一点这个比较简单的动作。牛仔很忙，轻轻松松带大家一起 ，One， 走，可以。如果你跟我妈，我岳母说她适合，手。手往上打，适合就多挑一点。对，往上举，不适合就休息一下。对，啤酒伤身体，松跳。呀、yeah ，很棒。呀、yeah ，不要慢分了。往内转，小跳，很可爱。再一次。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小跳，可爱。来，跳踢，大，大，大大大，很好，大大大跳。像小木偶一样，摆动你的身体跟你的手。不一样了 ，Vivi。手背，背 ，OK， 夹一下。再一遍，呀，身往上，很好，再一次，跟上，举手，胜利，呀，好，胜利了，双脚跳，很棒。很棒，
又在蒙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往外，很棒，再一次，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跳。李李，你又跟我不同脚了。五六七八，再一次，来准备要摆 pose 喽，来摆 pose。哎呦，耶、yeah ，可以吗？啊，可以吗？大家可以吗？各位啊，这比较简单，对不对？比较简单，但是呢。啊，一样还是把你的心率一直提升到一个状态，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牛仔很忙，第一次跳你觉得哦好难哦，对，手脚都乱了，可是两次三次四次慢慢熟了，对吧？对，所以新动作都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没有关系，我有教学的视频，大家都可以到刘根红的肥油咔咔掉那边去学习，也会在我的账号里面也有教学的动作，大家都可以看，好不好？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平常练一下，看到要学的动作再来的时候你比较能跟上，不然因为我要教学的话怕时间耽误太久，让大家没有办法能够等这么久，那我就简单的教一下，但没关系，待会那个我再跳一次，让大家再来跟学一次，你会一次比一次更好，好吗？来，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女神操，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我们每次哈跳新操的吧，都会走一批人。对。刚刚你跳那个蒙古操的时候，对，也走了一批人。对。OK， 没事，新操都会这样。新操都会这样。大家觉得比较累一 点，但没关系。好，来。因为之后就会慢慢熟悉了。妹妹，来一下 ，Come on。你知道以前光刚跳《本草纲目》的时候，也是一跳就走、走一堆人。龙泉也是。也是，对。对，龙泉。周大侠也是啊。对。来摇 ，Go， 跟着一起动起来 ，One，Two， 记得哦，屁股要微蹲，膝盖不要朝前，腰立直，让腰来练，把你的腰线曲线都练出来，你就不会是水桶腰 ，Come on。准备二头，记得新进来粉丝记得要点关注哦，然后呢赶紧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对，让他把这个账号给关注起来收藏好，当他想要运动的时候提醒他跟着我们一起 One Two 来头，对，手肘向前，腰持续扭 ，One two three four，Come on， 跟上，加油！再一次，五六七八 ，Go， 很好，五六交换下，下上下，很好，抬头挺胸。要有自信，要有魅力，要很性感，加油 ！Come on！ 耶、yeah ！再 ，Come on！ 再一次，摇。摇起来。五六七 ，Go， One Two Three Four， Come on， 扭起来，二头再一下，Come on， 二头，准备三头 ，Two， One Two Three Four One。Go go go， 扭起来，嗨起来，加油！耶、
摇起来 ，Come on， 改善你的假胯宽，让你有翘臀、腰线，不会有蝴蝶袖、拜拜袖。五、六、七、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Yes， that's right， 就这种感觉。啊、oh. ，各位，有没有？可以吗？舒服啊！可以。大家都说碧莉姐瘦了。真的吗？我跟你说。你站到镜头里好不好？你没有看到吗？不是。啊，我站在镜头里。对对对对对。在你镜头在这里的。对对对。我是真的瘦了。好。啊，你看我的视频也知道我瘦啊，从之前一直慢慢到现在对比，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都发现我的腰越来越细了，好细哦。你看。好不好？好，很细很细。人鱼线、马甲线真的快要出现了，好不好？加油，各位，你可以的。来了，接下来，因为今天是练腿，我们必须要来个龙拳了。各位，不开玩笑了，累的来了，准备龙拳、啊，可以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加加龙拳。哎，我跟你说，好怕呀、啊！你们如果在看的，持续帮我们按赞，好不好？不要故意一直刷龙拳叫我们跳，很多小伙伴。哎，我跟你说，练得很嗨。说真的、嗯，这么多操里面啊，我真的很害怕龙拳。真的哈、哦。我跟你讲，那个龙拳从第一次出现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不怕它过。好，我曾经在镜头前面说我好怕。现在呢？现在还是很怕。我们现在，我相信现在在现场将近200万人，大家应该慢慢的能够接受龙拳了。如果你刚进来的，千万不要跟笑、啊，千万不要，或者你试试动作就好，不要跟着我们练，你就看，慢慢学。因为龙拳它难的是，它手也要练，脚也要练，它整个动作会很辛苦，那它会全身运动到。因为明天休息，所以我要让大家整个基础代谢拉伸，让大家能够在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代谢下，能够让明天一般正常的活动就能够让它持续的燃烧更多的卡路里，对，让它不容易，就等于大家说的坐躺瘦。我最近有很多姐妹问我说，哎、欸，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的身形啊变得有线条了，但是我的体重啊没有变，而且呢还有时候反而重点，她问我是为什么，对，我想说有可能你长肌肉啦，对，是，所以很好。你掉脂肪，但是你长肌肉啦。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脂肪跟你的肌肉开始在产生变化，因为肌肉本来就比脂肪重啊。对，好不好？对啊。没有没有，脂肪呢？哦、我跟你讲，一公斤的脂肪可能这样，然后呢，一公斤的肌肉这样。只有这样子。可是呢，你的曲线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取代掉了之后呢，体重没有变，可是你的身形变小了。对。这个脂肪本来这么大，这样就变这样。变小了，所以身形会变小，但是体重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很多人也一下送了很多斤，你要切记在过程当中营养要补足，让自己能够好好的这个增肌减脂，而且有可能是水分啊，对不对？对，有可能。好，来，我们这个动作记得哈，我再讲一遍龙拳的动作，一样用蹲上蹲上蹲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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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这四个动作，然后加一个这个砍柴的。OK， 其他我们就做一些云手亮相功夫，准备开始。来了，准备好了吗，各位？龙拳来了，跳完了别走，今天快要到后面的阶段了。怕啊，也要去面对。对，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对，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很怕，但你还是要去面对它。对，过了。就过了，喜欢吗？头过身就过，身过脚就过，过了就过了。好了，来吧，准备龙拳开始。最后，哎、欸，等一下，最后一次对吗？对。OK， 那我就放心。因为今天我会再练其他的腿的。Come on， 再一次龙拳哦。5 4 3 2 1，跟上，抬头挺胸，不怕，练起来，把龙拳的气势打出来，不要恐惧它。再一次，5 6
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换脚。哇！哎呦我的妈呀！准备，呼吸。太痛了。调整，五、六，再一下。抬起来 ，Go， 侧边，腰间的朋友跟着一起，吐气，放 ，Pull，Pull，Pull，Shut，Shut，Shut， 脚底。我就是那条路啊！调整呼吸，吸气，太累，准备云手砍柴，很好，鼻子吸气，嘴巴吐气，五、五、四、go。好，对，再一个，看看我喽，换，啊，再一个，干嘛？不动了，调整呼吸 ，Come on， 吸气，再一组，各位，到最后了，把腿放松一下 ，Come on，One， Four， 加油，快点 ，Mimi， 不要闹，快点，换动作了。What's the way to go? 10 Oh 1 Oh yeah就是那条路 ，That's right， 各位跟上了吗？可以吗？可以吗？我只能想，哇，刘教练是厉害的。我在过程当中翻白眼无数次，感觉快撑不下去。各位，好累哦。你很棒，有跟上了帮我刷五。你有跟上了刷五。很多人不怕的说不怕，哎，还有人没事关注，太没良心了，我们都跳成这样了，你还不事关注，赶快把这个直播间关注起来，你都跟跳这么久还不关注，是不是忘记了？赶快点一下头像 ，Come on！ 哎呀，我真的是累死了。Yeah， 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全身酸痛，因为昨天晚上练周大侠练的我全身真的痛到我早上起床我连翻身我都很痛，然后我一起来做，他一起床知道我做什么事吗？没想到拿着筋膜枪，我一起床眼睛才刚打开，我的老公就拿着筋膜枪到我的身上说你趴着我帮你打全身，我就哎呦
你怎么？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全身很痛？然后他就这样。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教练怎么会不了解你酸不酸痛呢？我像很多小伙伴都会有酸痛，可能晚上有时候甚至会睡一睡的时候觉得腿很酸。各位切记，第一个一定要做好的拉伸，再一个呢，可以让筋膜枪或者有一些可以滚的，帮自己按摩按摩。按摩滚轮的。对，然后再来呢，你隔天一定要做一点点轻油轻势能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或简单的踢踢腿，让你的乳酸堆积把它排掉。对，让身体再活络起来，它就不会这么酸痛。对，然后记得补充营养跟睡好，或泡泡澡，你的恢复就会非常的好。对，像最好是可以去给人家按摩啦。对，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可以啊。对，你可以给人按摩，最快。对对对，一段时间去按摩店去给人家深层按摩一下最快。如果比如说你白天按摩，晚上要跳，那绝对不好啊。你白天按摩，晚上跳会没有力量。我们二三四跳，对不对？对，你可以选择礼拜一去按，礼拜五去按。然后呢，其他时间跳，这样刚礼拜五按，礼拜六早上就要跳，也不太适合。那就礼拜一按。对，礼拜一按是最好的，一个礼拜按一次。一个礼拜按一次，按一次就可以了。对对对，泡澡也可以。泡澡完去找一个专业的按摩帮你按，礼拜一来按一下。各位，刚才我们把心率拉到非常的高，用龙泉，现在我们要持续的让它全身的燃脂，燃烧卡路里，雕塑你的身材，必须给大家来一个周大侠第二次。今天周大侠，我们再来一次就没了。哎呦我的妈呀！最后一个周大侠 ，Come on， yeah， 哎呦 good， 周大侠 OK 的，可以吧？我觉得周大侠还比龙泉还要舒服一些。周大侠时间比较短，但周大侠，因为周大侠可以偷懒，就你在打的时候可以这样子，他也可以这样。没有没有，刘教练，你真的是看错我们了。对，我们是刘畊宏男孩女孩，我们不会偷懒的。不会偷懒的哈。对，好，你想太多了。Okay， 那你们不能偷懒哦。我们真的没有偷懒，要全力以赴。要全力以赴，我们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对不对？我们没有偷懒，真的。没有偷懒，准备。对，各位就直接躺下。周大侠，他们没有偷懒。听到这音乐，我整个热血澎湃，我没办法，嗨起来了 ，Come on。上身放轻松，五六七个，哇哇 ，Come on， 放下，哇哇，眼神带点杀气 ，Come on，One two three four， 高拳，我着急，哇，再一次，二，三，要，再一个，高拳，哇哇哇。过瘾，吐气，核心，啊，五六九，换这边，啊，啊，用力，要打破敌人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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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好拳，好啊，哇哇哈哇，啊这，哇塞，打最后拳我都乱，哎呦嗨，加油！绝对嗨，嗨不嗨？嗨，嗨不嗨？好，嗨，嗨，就这样，各位，大家加油！如果爆汗了吗？真的，如果你真的是想管理体重，想要瘦身，想要减重，想要让身材恢复到你这个找回你原来的自己的时候，真的，你跟着刘教练持续的跳直播跳，
你不用干嘛，你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你就来跳。你吃东西，你只要知道用低碳的方式做选择，其他的你就是跟着跳就可以。我跟你说，你就会像我一样，真的越来越瘦。你知道我的姐妹传简讯给我，然后呢，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传给我，告诉我说 ：“Vivi， 你真的瘦，你怎么有办法这么瘦？”全部都是我的闺蜜来着。他们现我以前都跟他们讲说：“哎，你就跳啊，你就跳啊。”然后怎么讲都不听，直到我真的有对比，而且是在直播间里设关注，好多人没设关注，而且是在直播间里面的对比哦。他们看见了之后，现在全部都跳起来了。对，为什么？不要等待。我就跟他说，我就跳而已啊，我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忌口啊什么之类的。赶快设关注。他们就现在每个人都跳起来了，所以羡慕了。跟你说，对，羡慕，真的羡慕，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不要羡慕，就是赶快行动，然后就是跳就是了。不要想太多，软糖糖什么你们都还没设关注，赶快，好多人都在刷但没有设关注，在直播间赶快拴住起来。今天你刷字、啊、明天你就会跟跳，今天你跟跳忘了刷，你敲起来之后我就会提醒你跟着我一起跳。各位，我们已经是6000多万人了，加你一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希望我每一次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大家健康起来，是，而对你更重要，因为你只要来了这个地方，你就有机会健身改变人生。而且你要想哦，Come on，你的改变可以让你身边的人不只是羡慕而已，而且会被你感染，而且也跟你一起，然后叫他们一起改变。我看到好多人约朋友一起来，对，带着同学一起来，大家就这样子持续的更健康，让你的生活不是只有吃吃喝喝跟玩、欸、我还要再讲一次、不只是你身材有变化，就是你肉眼可以看见的，可是你的内脏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但内脏里面有什么？内脏也有脂肪，所以如果你把内脏的脂肪也处理掉了之后，喂，那个是跟健康有关。来，什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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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找你了。公公偏头痛，带大家改善圆肩驼背，手心夹背，准备好吗？一起来，是最后一个了吗？还没有，快了，倒数啊，干嘛？加油！抬头挺胸，手心向上比赞 ，Come on， 呀、yeah ！夹，手心向上，手肘夹背，很好，呀、yeah ！五、七，换。呀、yeah ，Come on， 手抬高，呀、yeah ，抓住你背练起来，肩也练起来，五、六，交换，拉背，侧面给你看一下，对，很棒，再一次，很好，五、六、七，换。五、六、七，再一次，抬头挺胸，妈妈要赶快练好这个，每天要多做，腋下夹紧，手抬高，往旁边走，哇！哎、欸，怎么没换掉啊？六、七，换，跟上，加油，手心朝上。手肘夹背，这个是放松的、哎，放松的，坐起来。加油！加油 ！Come on， 五、六、七、八，再一次。放松你的肩颈啊，这个是放松的肩颈。很好 ，Come on， 五、六、七 ，Go， 往上抬，加油！我看到有人 Q 陈妍希。陈妍希来了吗？我们的艺人朋友陈妍希又来了吗？加油！嗨，你好！你好！欢迎你一起来跳操！五、六、七，换！加油！最后哦 ，Come on， 改善圆肩驼背。五 ，Oh yeah！ yeah. 哇，过瘾！哇，舒服吗？舒服。来，最后，谁说我带头偷懒？我很认真哦，我没有偷懒哎，
我只是手不能抬太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怕你看到我的肚子。对。所以我不敢抬太高而已，你知道吗？好。好，来，最后一首，各位轻松一点的，好不好？我们来一个阳光宅男，带大家一起动，手跟脚一起，最后，好不好 ？Come on，Yeah， 来。来哇，好漂亮的马车哦、喔！彩虹马车，你看，对， yeah， 好漂亮啊！谢谢，谢谢你们。最后一首，我们就带大家简单的拉伸 ，Come on，5、4，毽子操全套，对，手往上抬，我们现在用轻势能来持续燃脂。燃烧卡路里，7、8，再一次，5、6、7，换手画圈，脚抬高，对，吐气，刚才非常的嗨，今天很过瘾，对不对？耶，开心哦，剩最后一个操了，加油，走。吐气，这是全身的操哦，毽子操是整套的，加手的。5、6、7，换，手举高。我们还再跳一次那个蒙古舞。啊，真假的？还有时间吗？你确定吗？啊，好。6，换脚底。人家又想说。我看你表演好了，我看我表演可以啊，我还蛮想跳一下这个的。重来一次，全身整套的毽子操，男女老少都能跳，加油，跟着我们一起动。5、6，交换手画圈，在脚底。腿抬高，高过90度，抬头挺胸说不，各位加油，5、6、7，很棒，加油，5、6、7，换左边，加油，动起来。很好，很棒，你们做得很好，跟着继续，全身燃脂，全身雕塑，再一次，吐气，准备，5、6、7，换，脚底。吐气，看脚底，动作不快，但要做到位，加油，转身，很好，好 ，Yeah， Yeah，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7，啊，耶，舒服，舒服，哇，很棒，各位，耶，你们跟了将近90分钟了，很棒。如果你有从头跟到尾的话，你帮我们刷5，帮我们刷一下5，你有跟一个小时的，帮我们刷一下6，好不好？跟30分钟的，帮我们刷一下3，告诉我你感觉如何？没劲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会有一种被掏空跟虚脱的感觉。对，那是你的身体，但是你的心里是丰富，是满足的。各位，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有这种感觉。我跟你讲，好，我跟我老婆，你先坐着调整呼吸，喝口水，我们再来跳一个给你看。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啊，那个网络上面，对，还有很多艺人朋友。对，这样我跟你说，我们来发起一个挑战。我们来跳蒙古舞，对。然后呢，如果有艺人朋友在看的话呢，你跟我们一起跳，对。然后
我们来跳一个蒙古舞的合拍，然后你帮我刷起来。如果你是艺人朋友的，你帮我们刷起来，还在。什么合拍？没有，这就是像郑恺那样啊。就可以自己剪啊。好，自己剪。OK。但是刷起来，然后就是我老婆现在还会记题目了。你这好玩？怎么有这么了不起？游戏啊，好玩嘛。你现在好玩呢？啊，好。对，有艺人朋友了。你可以刷一下，然后我们来跳一下蒙古舞。来，我表演蒙古舞给你们看。你们不一定要跳，如果可以的，学会的就跟着一起跳一下。因为这个很累，因为明天是礼拜五会休息。如果你想要更强的话，哈，来就可以来跟我们跳一下，好不好？如果有艺人朋友在的话，陈妍希，我听说那个大家要选那个应小天，是不是？有没有在的应小天？如果应小天在的话，这蒙古舞也很适合你哦，可以跳一下，好不好？来。我今天唯一缺点是，我的音乐为什么在这个上面会这么的有点小声？小声呢？我之后请他们帮你准备好一点的大声的音乐。没事没事。要不就是我们争取有没有很棒的音响？没有来在我们的直播间。音响要换一个。音响要换一个，我们的音响要一个。我先放放看，棒的重低音的才行。要准备一个毛巾吧，擦汗。对。对，好了。可以哦，音乐还行。好，来，各位准备好了吗？来，那个有郑恺还在的吗？有，陈妍希还在的吗？应小天在吗？来，跟着我们来一下，我们这个草原的抖肩舞，跟着一起动一下。这蒙古舞超棒，抖肩让你雕塑手背，全身训练绝对过瘾。来，那个，那如果你刚进来的，大家刷那个郑恺必须参加。刚进来的。请你先不要跟上，先看就好了。这舞蹈会有一种跳起来，我不知道我在编的时候，我真的越跳越嗨，觉得自己在大草原的感觉。来 ，come on， 拼了！来，位置站好，推一点点。站好，站好，可以吗？蒙古大汉的感觉，对。错。Oh yeah， go。哈哈呀哈哈哈仙女压腿，你看我取的名字多好，叫仙女压腿。在草原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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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哈，哈，准备骑马，哟，哟，哈，驾，驾，我往那边去，驾，驾，驾，哈，驾。大草原上奔驰，哇 ！Come on， 哇！哎呀，仙女压腿！骑马，come on，驾，驾，快，快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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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驾，哇，就这 ，go go， 过瘾，我仿佛从大草原。我们从大草原奔驰回来，奔驰回来，而且那个马还是假的，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驾！越骑越快。驾！过不过瘾？驾去哪里啊？我们到底要驾去哪里？把这个学起来，这跟你看不一样。你跳起来，你就知道这种感觉了，大草原的感觉。骑马在大草原上面。但重点，等一下，蒙古大汗。我们到底要驾去哪里？在草原上奔驰。你要给我一个画面。画面。不然我想象不出来我要驾去哪里。奔向一个大草原，三元的绿地，朝着那美好的有夕阳吗？不要不要不要夕阳，我们现在要这个。大太阳很热，我受不了。你看有云吗？带着你的蒙古装。那下雨可以吗？不要下雨。好了，朝着你的前方迈进，让你驷马难追，骑马入林哦，入草原，好不好？入什么东西？好了，入哪里？来了，今天呢？易小天真的来你直播间了？来了吗？啊，真的被我们 Q 来了？被 Q 来了吗？对，易小天有来了吗 ？Hello，Hello，Hello。他会跳舞。Hello。哦，真的、啊？哎，我们也看他跳都很夸张的。那刚刚那个，我有去批作业。刚刚那个你还 OK 吗？要设关注哦，各位。哦，各位。刚刚那个架，你有 OK 吗？有感觉到了吗？你有感觉要嫁去哪里了吗？有感觉到了哈，过瘾过瘾过瘾哦！来来来，各位，今天绝对过瘾，把这些新的舞学会一个一个来，每天让你很充实，在家不会没事做，宅在家里面喝水，跟我们练起来，多喝水。你看在跳操的时候，脑袋幻想，然后设关注哈，脑袋幻想一下，你就直接从草原绕一圈回来了，多开心啊！来，是不是？腿后侧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去骑马了。对，各位真的，我觉得跳这个舞，我觉得我老公太有才了，我真的太佩服他了。他怎么可以把这个草原都给弄上了呢？我讲老实话，我在编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其实是绞尽脑汁。为什么？因为我本身不会跳蒙古舞，但是我就去看所有现在网络上有蒙古舞的视频，然后把他们动作念，看看哪些能够跟健身的专业动作动力学能够合在一起。因为我不总不能跳这样子的舞蹈，因为我并不是有氧舞蹈，我必须要把它健身弄进去，所以我要在这个当中加入到健身，加入到训练。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舞蹈都需要带有力量跟肌力的训练。我跳完之后，我自己在编这个的时候，我的肩膀都好酸哦。我想说哇，这个这么能雕塑手背的线条，还有美人尖，非常的棒，所以大家真的可以练一下，腿后侧拉一下，左脚伸直，右脚伸起来，对，头抬高，加油！那拉伸的动作我们也都有在我们的视频里教给大家哦。欸、怎么大家都说礼拜六改晚上了？为什么呢？一直狂刷哎、欸，又要补五一的假，所以你们礼拜六早上又不能跳了，咋？真的吗？啊，要改晚上吗？好，刷屏了。你们赶快设关注，设关注。如果呢，我去询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嫁不嫁的问题嘛，哈，所以呢，我会去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就改晚上。所以你赶快设关注，然后我们就会通知你直播，好不好 ？OK， 把腿后侧拉一下。OK， 旁边你的臀部拉一 下。如果礼拜六早上真的要上班的话，对，對我们来可以调一下，来问一下，来讨论一下，好吗？对对对，他们大家都想要改晚上。各位有时候，哎、欸，可是我们礼拜六也是晚上啊。真的心情哦，改变一切。那说错了，礼拜天今天跳了这个草原舞，让你心情不一样。我也很希望你来我们直播间心情不同。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位思考，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思考，不要钻牛角尖，在我们的当中专注在健身的上面，透过音乐，透过我们健身的教学跳操，让你能够更开心更快乐，好吗？好友，关注起来，礼拜六晚上我们看见了，我们去讨论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你帮我按一下这个，结束的时候帮我按一下赞，好吗？对对，好吗 ？OK。然后如果你想看，或者你还没有设关注的，赶快关注起来。你看有好几个随风而去，你们在算周六晚上，那你们自己连关注都还没有，对，赶快关注起来。然后呢，这是我的那个，是你为什么要拿40几万？现在都已经300多万，你会重新拍一张？500多万了。来，我跟你讲，肥油咔咔掉账号，然后关注起来。刘畊宏在里面了、啊。刘畊宏肥油咔咔掉账号，关注起来，對對對對對，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跳操的视频还有分解动作放在这个里面。对。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先去按这个里面。那个分门别类的先去学习，学各样的操。如果你平常在没有直播的时候想要练的话，也可以，好吗？而且都帮
帮你们整合。现在已经500多万人了哈。对、哦 okay ，所以你可以，那你可以重拍一张吗？你可以收藏，把它收藏好，然后你可以2天不到就500多万人了。因为那个是实用性的账号，真的实用性，因为大家都想要，本来都要去别的地方到处搜，到处搜，你现在不用搜 了，我们帮你全部整理好，而且都帮你剪好了，好不好？你就把它收好就好了。是是是，好了，各位，今天非常开心。让今天大家晚上可以早点休息，明天我们没有跳操，礼拜六有可能会改成晚上或早上，我们通知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跟我们跳，记得要赶快设关注。对。然后呢，结束之后记得帮我们按那个心，说我要看，那我们就会晓得，到时候他会通知你，不会让你错过咯，好不好？今天晚上祝大家能够好好的拉伸一下哈，好好的拉伸一下，拉伸拉伸，看着我们的视频都已经交给你们了，啊，你们也可以好好的早一点。拉完伸，洗个澡，休息一下，泡泡澡也行哦。祝你晚上一觉到天亮不会做噩梦，明天放假，明天休息一下 ，Friday， 好好享受。好，拜拜。